我的位置那边站，鱿鱼花一百块，我那边撒鱿鱼。对，在这。那再砸。那边有多种鱼，不知道是叫什么鱼，这个我比较不知道，比较少看到。虾小只的，然后有剥皮鱼、无锅鱼。 虾仁、鱿鱼圈、鱿鱼花、有马头鱼，哎，有马头鱼，无锅鱼，长虾猪，虾仁、鱿鱼圈、鱿鱼花、有马头鱼，无锅鱼，长虾猪，这是做成柳叶鱼那种小只的蛋蛋鱼，无锅鱼，好大哦，嫩的啦，你看，这里无水鲫的嘛，一只就快要大篮子的长度，哦，真的呀，无水鲫，然后今天偷偷，你是算中型的，没有小只，不小只，然后这个鲈鱼也是大只，吓死人了，这鲈鱼有多大？ 你无你阿伦没点半斤，我袂记，阮兜边个拍几只大堆。叶教授长，然后里脊、丝木鱼里脊，然后干贝酥、猪脚圈、鱿鱼花，还有那个脚裤，加量不加价的脚裤。菜头粿，那个不可以做菜头粿，那做萝卜糕。好，算。好，虾仁卷。 然后这个鲨鱼烟，还有咸猪肉，下面那个是那个蚵丸，蚵丸，那再看这边，今天货一样备很多啊！今天有鲨鱼肉，这个鲨鱼肉超级便宜的，很大块，一块才100块，100块啦，100块。然后这个是蛋饼皮，后面有那个葱抓饼，那里是葱抓饼。 然后还有鱼包啊，对，这个是不单鱼，那个是鱼包啊，今天两种都有。我但是卖铁砂啊，铁砂就无效，那公斤。今天看起来没有尾鱼塘嘞，最近好像都没有尾鱼。铁砂就无效，可能尾鱼塘没什么利润，最近没有卖尾鱼塘，可能一两个礼拜没看到了。然后，大叔在什么鱼？ 哎，红盘啊！红盘啊！过去两个雪雕。雪雕哦。听起来很高级耶。雪雕啊！红盘啊！不是那个。我今早才想到的是那个。雪雕，不是那个。雪雕。我想象中的。先到旁边好了。雕不太一样。不是那个。今天客人比较慢进来，我们先在旁边。小胖子。 都去两个死胖子好啊！哎，今天货看起来蛮多的，那一面墙，然后马尾妹后面那边也都是排到这个前面那个桌子那边，然后还有这一区。现在应该还算节后吧，才刚清明节放完，没错，没几天还算节后哦。 在家拢无人，嘿啊，连蛋挞都无几打，有个人搁咧休困咧看。系啊系啊，那猪肉讲还袂贵啊，我都买几多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，猪肉摊还在休。猪肉摊还在休。还买不到肉。我本来从那边走过来，那个那一间卖菜的生意都超好，今天人也有比较少，之前都。 结账还要排队，然后都排六七个、七八个啊，那个菜摊啊，做卖菜的生意好也是很好，应该说做生意的生意好都很不错啊。壁雕，<笑>有啦，市场有人啊，只是都零零散散的这样子，没有像之前那么热闹，可能要晚一点啊。 然后看一下这一边，这边也是，那也都蛮多人的。今天看起来还好。老早，哎，光那不要较大啊。较大就一边，较大的就这边，看两个就好啊。
什么的，那边都没什么。冲早安。啊，今天我们就顺顺卖就好了。如果等人进来，大叔哥哥才把它吹下去。我们先顺顺卖，等客人来。跟大家聊天。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，冰箱还没清完。对啊，欸，我觉得每次好像节日都冰箱超多东西的，我家是这样，我妈都要宽明家，空宽一堆，不太妙的人少。对啊，没关系啦。顺顺嘛，东哥早安。最后较无人，最后较无人。一百二，姐姐一百二块啊！啥物阿姨啊？我开始买咯。这阿姨八岁哦，她一开始就买码头鱼。啊，阿妹，你头毛是用石头的哦？够你做不着，够你用泥。有哦，有泥哦，有泥够有电哦。有啊，我看你头毛是用泥的。对呀，那个。都蓬松的无？哈哈哈。啊，真秀的都。我跟你讲现在退休人拢行一步啊！我买黑林，黑林你敢笑？我这先说嘛，你着挂机啊一下，好。今天过哪了？哎呀，那个安全帽，红色安全帽，桃红色安全帽，大姐说要买整箱，就大概剩半箱多一点点。哇！瑞瑞早安。我刚开始做。啊，昨啊吼，我连一尾鱼仔都拢无剩，好搞啊！哎呀，昨我连一尾鱼仔都拢无剩哦。哎呀，啊，昨开始卖啊，来羽绒薄纱鱼啊，丽娟杂鱼啊，上年纪都这种头，对啊，看起来发量比较多。我以后也要去烫这种头发。然后还要吹得蓬蓬的这样，半瓶山有金杂。来，嘿。来，至少要烫个发根，不然年纪大了发量变少，然后又默默看起来会年纪比较大，而且没精神，你把头发用得蓬蓬的，千万不要。哎呀，等我六七十就无所谓了，如果六七十还年顶着年轻头，就很奇怪。他就是肩上短发，一般的短发而已，比乐乐的头发再长一些。但是他有烫一点发根烫，看起来头发比较蓬松，六十还年轻。对啊对啊，我妈看起来还蛮年轻的，身材还不错。还有 S 型的 HOLOYO， 你妈都七十了，真的、喔。你是最小的小孩吗？保全早安。你嘛要坐嘛，就因为嘛。欸，我突然间忘记川安的本名叫什么呢，我刚才想不起来呢。你妈都八十了，真的，文凯。文凯，嗯，可以啊，因为不是快六十了，合理合理。乔琴答案，包猪头，包猪婆头。这好帅，小裤头。哎，再往前好不好？好，我看妈来过来。等我年纪大了，我就是这样。对啊。香槟，对
杯啦，香槟哦。你很久没有用本尊上来，我都看到川安，所以我都忘记你的本尊。大志光要吃这嘛，对不？哦，大志光。刚才一阵脑雾，我想不起来。大志光要吃这啦，吼。哦，这啦。餐厅搞。哎，我讲这两项先安尼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志哦。哎，我看好像要进去了，不然等一下挤不进去。他准备啥？你啥菜？你要不就买一锅啊。来，啊，你300块就对啦，吼。那这家高面吃到我菜，你300就对啦，一家高粱面。哦，你大量季节做凤梨虾球都袂歹，300块，来300多啊！哦，300块就是啊，甲大队哦，连300多啊，大姐哦，300块都啊，300。好啦，好啦，安尼用400块吼。我讲哪个想要食这个就一个300块袂啊，300。你要食无就一个300块，还无300，无吼。诶，安尼我系300啊。啊，这三百，一路你妈要包水饺的吼。啊，我真诶啊，无去拿吼。人咧讲嘛，包水饺看也无水饺啊。啊，我真诶拿过来。来，一路我讲一下啦吼，即个刷鱼。啊，所以你要吃刷鱼，啊就这块。我阿你解说一下，这块翘翘翘翘，这块是啥物？这块是黏土啦吼。这无同款啊，这就是肉。好肉规块拢都袂输那卤素嘞，你敢知？好，这块卖讲卖500，好无卖400，我贵啦，惊死人。好，咱讲真嘞，一块卖400，惊死人。好来，卖300，安尼好无？开200，啊你讲来啦吼。这刷鱼我少少调就好来啦，安尼了就好来。好，两块好去啦吼。卖讲卖400，开300好无？好，开伊啊无来，啥物食最好就是200块来，倒200块。你食无200块，系无？哦，你看我进来，我偷偷在读的。茂荣早安。这家镜头大细，几只七只安尼啊？你讲真诶啦。哦，你要食无200块，要系无200？十个有哦，有哦，算起来有10个哦。两块拢要黏多遐哦，在你啊，在你啊，我爱食多遐。来，我换只地图头互你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哎，我问一下吼，肚子比较软。200块要系200块。无吼，啊，只要你要一块就好遐。好，来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来，好啦，啊。佫有要小家庭的无？哎，有要小家庭的无？无吼。